每周四中午12点，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 Vlog 营业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拍拍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行程是 Chapter 1 UNI 的 Vlog 藏贺卡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哎呀，你堵不住的，这个不行，这肯定得倒。新年快乐。 Chapter 2娃娃毛眼期的 Vlog 已经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。Chapter 3，养鸡Young G的 Vlog。这个是一个老鹰，这是在洛杉矶淘的，很多 rapper 都会带，第一次做的，但姿势一定要帅。Chapter 4，摄像机传递，袁冰妍。要比火鸡面还要辣一倍。挤啊挤，挤啊挤。我和我的小手杖终于在春运大潮中回家了，不配拥有压岁钱的拍拍我，幸好还有优奈小哥哥们可以看。听说他们最近回到了熟悉的大厂，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？ Hello Surprise 鼠年，那就画只小老鼠吧。写什么呢？开心。好了，没了，我还是用这个吧。好像写错了，这才是贺卡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心意到了就好了。那我就藏在最简单的地方吧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想到这个地方。好了，哈哈，藏这里，这箱里。哎呀，把我的先藏起来。贴这里好像有点过分了吧？完成了。现在给你10秒钟的时间来找一下其他人的回来。我估计他们不会放这么明面上。我也知道。我感觉扎伊应该是，我就知道扎伊就是傻傻的，就是放这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的人。那肯定有啊，这下面太容易了。好惨，遇到了我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想到这个地方。我太难了。我来看一下其他小可爱的贺卡藏在哪里呢？居然没有。这些地方呢，像这种小盒子里啊，居然没有。出乎意料。天哪。算了，不早了，给他们留点机会吧。现在要去大厂的影视基地去录一个节目。对，是出厂的第一次回去，好像时间整整大概有1年了吧。感觉充满了回忆的一个地方。昨天彩排的时候就是在大厂里面逛了逛，然后还去了之前经常光顾的全食，然后就觉得这1年真的过得好快啊。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不一样的感觉了。今天晚上会每个人都会有准备的一些小才艺什么的，可能也是之前可能粉丝之前没有看过的。可以透露你准备了什么吗？我准备的呀，惊艳两个字，惊艳来形容。
可以不正常。抱着鱼好吗？放鞭炮是怎么放？直接拿着放吗？这样。等一下，我再来一下。不能笑，等一下。哈哈哈。辛苦。叫批次吗？小妹，阖家欢乐。可是我今天看到批次了，都是学我的，我先摆出来，我那个龙泉的那个。好，谢谢。先去的就咱去买个酸奶。我没什么事，还没有。请面向屏幕开始发言。这就是骨汤面，对对对对对，红烧牛腩吧，红烧牛腩。买了骨汤面。这个没来及煮鸡蛋，然后给您多放一盆鸡蛋。哦，没有鸡蛋。嗯。啊？煮半天，你要等吗？对的。因为羡慕。我知道我还有鸡蛋。哎，为什么他有鸡蛋，我没鸡蛋？因为是煎蛋。我也要鸡蛋。我要煎蛋，我要煎蛋。这个是咱们中国菜的特色，就是这个啊，是的吧？就是这个棚，就是这个。你最喜欢自己什么年纪的时候？当下。18岁吧。现在。没有哪一年是最好，把现在过好。现在。小学的时候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是本人好看还是照片好看？照片好看，本人有魅力。本人吧，我是觉得我本人好看。照片不跟本人长一样吗？当然是本人好看。本人好看。你听过的粉丝最夸张的彩虹屁是什么？想不出来，他们说什么都还好。什么你是天上派来的天使啊什么的吧？没有什么是夸张的话，对，一切都在情理之中，他们是很诚实的。我昨天活动刚结束完，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你今天吃糖了没？我说没吃。他说那为什么你笑得这么甜？那为什么你笑得这么甜？还有听过哪些比较奇怪的土味情话？我听过一个就是很没有灵魂的，就是何闯希的粉丝在机场，何闯希有颜值有实力什么，就是很没有灵魂的打 call， 就很搞笑。对，觉得眼神最不好的水果是什么？猕猴桃。猕猴吗？啊，水果，橘子，龙眼。水果为什么有眼神？带眼睛的我只能想出来这么一个，龙眼。芒果。是芒果。啊芒果啊。哦，是芒啊。你是第一个一次就猜对的。对吧，那芒嘛，谐音嘛，虾嘛。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打三个字。对不起。人妖牛。公牛母，母牛公，牛公母，母公牛。不知道。牛牛牛，牛魔王，牛宝宝。闷闷。这个不知道哎。两头牛。有点冷。感觉自己好弱智啊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是脑筋急转弯吗？这是坑吧？这是。那你觉得谁是最擅长讲冷笑话的？你当然是何尚希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。何尚希他特别多冷笑话。三只小兔。何尚希他不用说冷笑话，他只要一说话就是冷。咚。那就麻烦把回答写一下。哦。
好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OK， 没啥问题。这不就在这儿有一个吗？放底，再下一层。李文翰，他肯定就是选那种很简单的地方，我觉得他就是这种性格。之前在这个房间里面藏过贺卡的有李文翰、李振宁、夏曼颖和胡春阳。藏贺卡？你现在就要把他们四个贺卡都找到。新春哈哈旺旺，这有一个四个人轻而易举。看呀，底下，这儿一个。不会把这个掀起来吧？应该不会。哇，这根本就没地儿藏，这个地方你看都没有。这下面不可能啊，那沙发这搁一块去就那么大一点，找不到。在哪儿？在这上面站着呢。啊，哎呦喂，我一定要看这个人到底是谁，是谁这么无聊。李振宁，想到了就是他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令全家人着迷的策略游戏。哇，这是一家人玩的游戏。你看的，令全家人着迷的游戏棋。决斗士棋，每个人持一种颜色棋子，按照石头剪刀布的输赢顺序依次下棋，每轮下的棋子要与自己其他棋子的脚相连，并注意不能贴住自己其他棋子的边，无棋可下的人率先出局，留到最后的人获胜。那我要黄色。我要蓝色。那我就红色吧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我不说话。好，我不说话。我第一个是吧？先上这个。这个。这个。是的，你不要往那边走，你要往回走。你要没有啊？先把别人路封死再说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一个，换一个，针对一下你啊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来，管老师，无所谓啊。先把明明的路先封死再说。上半部野区都是我的了。哇，天哪，好鸡贼啊你。那我赶紧把自己一块地先圈出来。我这里没好意思呢。那就这边。冷冷一块是一块。那我也来嘛。好，我要独自美丽了啊。好，你自己独自美丽去。哼，我开拓了新天地。我这枚棋下得好。看得我这颗棋子精髓啊，是没有防住我吧。你的地盘已经被我侵略了。放不上来。哎呀，佳怡，果然我还太善良了。我就放这里了。I'm sorry. Sorry. 不行了，看来我不能做个好人了。有。你还想在我的地盘撒野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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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还有下大地？我知道啊，我得先跟他刚是吧？你没有地盘呢，我跟你说，佳怡，你就这一块跟那边那一块，马上明明就会把你那边的地盘给瓜分的。瓜分的。
我的后花园还没有被侵略。先走了再说，那我就走这里。真是笨，真是笨。你想干嘛啊？想侵略我的场地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就这个了。来，关老师。这个局势有点开始白热化了啊。摆个这个吧。摆这儿。嗯哼。嗯哼。我只有最后一步棋了，怎么办？那就认输吧。嘿嘿嘿，我真的只有最后一步棋了。这边都贴了呀，都不行，我就这个啦。上吧，不是。我没了，他现在是真的要放弃了。来比划一下，这个没有路，没有路。好了，崔手真扎了一步棋。赢你赢了，然后管电话给你，每人给幺五零包三个栗子。哦，好吃哎！你给我吃的。不能自己吃，不能自己吃，听到没，管乐。吃在我嘴，甜在你心。令全家人都着迷的策略游戏棋。哇哦！我要黄色吧，蓝色给我，绿色我要。来吧，开始吧。全家人着迷，我就想一想，这个家里要是玩着玩着打起来了怎么办？把你们全部包围起来。哦，还有一个的，我有点危险了，你们这么搞。嗯，好了好了，静宁被猪死，静宁被猪死。哦，你这个，哦，他冲出去了。嗯，我快把它堵着，要不然它威胁到这个地盘了。你们两个还让不让我玩？我就这一点地方。叫你堵堵堵。不、哦、不行，我得把这里封着。别老想着堵我，你堵不住的。就这个吧。你觉得你下一次没有气可以下了？不，你相信我好吗？嗯，出来了。哇，谁说我没得下？哇，逃出升天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哦，哇，右尾好多地方能下。我都下不了了是吧？其实我这下不了，下得了吗？这看一下，不可以，这对边了。看一下有没有地方能逃出升天啊？这个地方也被挡死了，这个也没有。嗯、我输了。我感觉我也没了。这一局
局比赛，其实李振宁和何长西都输了，所以你们俩每人用五句不同的彩虹屁来夸奖一下 POV。 等会儿我掏下耳朵。好，可以来吧。等会儿我做一个舒服的姿势。对，要不要翘高狼牌？来吧，叫吧素颜男生。好，真帅。想用你的睫毛来跳皮筋，我想在你的鼻梁上滑滑梯。不为难你们了，不为难说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八千笔，每个人使用相同数量的笔，尽可能的搭建出最高高度，并能成功完成承重任务者获胜。就这么这样上吧。皮筋有啥用啊？对啊，皮筋有什么用啊？绑在一起，三根一层，然后这样就是两根一层。你好聪明啊，那我这个这样就不会比你高了吗？就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最后一个，高一点，好吧，这样。但是我们现在有个要求，要在最高点上面放我们规定的重物。哦，哎，我这个就可以。第一个是跟Vlog直接相关的闹钟。我成功了。那么快成功了？来来来，这肯定不可以的吗？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这个一次机会，第二个是拍 vlog 增强的脑。努力呀，累了。这个不行，这肯定得倒。你不行啊！好，那这可以的，对吧？第三件物品是手账本。好。现在里面开始获胜者，所以可以要求吴春阳和夏海宇做一件事情。那说啥？那干嘛？表演一个魔术。我不想让你表演魔术。你让我表演一个，干啥？我把它穿下来，对不对？啊、拉不开。吹口气。哇！天哪，这是我至今为止看过最震惊的魔术！天哪。我把它穿下来，对不对？拉不开，吹口气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把下面的手指，这是什么？拍一下，这是哎。哎，不行，重来。你要让我成功了，那一人给我个红包吧，这样吧。多少钱？看着给呗，感情深就给多一点。看一下最低能给多少钱？最低是0.01吧，不能低。好不好啊？1.88，我还是多一毛钱，他是1.89。好，再发一个，18.8，夏涵女士，我们是在竞拍吗？18.9。大家昨天的感受吧。毕竟是第一次登上这个直通春晚这个舞台嘛，就是非常荣幸的。对，大家今天都非常的卖力，很尽力，希望真的可以登上春晚的舞台。其实和大家都一样的，就是希望可以真正的去上春晚，然后让家人们看到。然后今天就是老艺术家们把我们心里面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，蛮好的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我想上春晚。今天过得非常充实，非常充实，然后又遇到了一些小插曲，等了还蛮久的，不过就是那种紧张与激动的心情。哎，总结一句话吧，就是一定不能干。春节期间大家就是一般会做什么事情了？我过年一般都打麻将。打麻将啊、哦、我就是一定要做的就是贴对联哦，给自己的孩子孩孙就是发用孩子还是没有了。会给弟弟们发吗？啊，就是我们家有个传统，就是有工作的弟弟就不用发了。哥哥是坏人。会给哥哥们发红包吗？会给哥哥们发红包吗？不会，真是个坏弟弟。
今天的 vlog 营业中到此就结束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面对急刹车的问题，优奈小哥哥们的脑回路也是惊奇的十分可爱了。要是拍照也有这么多打开方式，李文翰小哥哥就不会被吐槽了。在我这种不能更普通的小女孩心里，女 rapper 简直不要太酷了。为什么同样是女孩子，人家已经在准备演唱会，我只能在 KTV 称霸。嗨，我的朋友们，今天我在北京，其实我最近都在北京排练，为了我的巡回演唱会，然后在做准备。今天我来一个世贸天阶的商场，给我的导演老师，然后舞蹈老师，还有制作老师，还有 DJ 老师，选一些小礼物送给他们，以表我的心意。因为这几天排练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们现在出发去看一下有什么小礼品吧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动车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我马上就到家了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 OK 了，选完了，那我得挑一个贺卡。一二三，那我买多买点能不能便宜一点啊？嗯，大家还有这个，那就这个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的礼物已经挑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可以拿去打包了。走，现在我开始来给他们写卡片了。舞蹈老师，我还得用英文写，英文太烂了，怎么办呀？ To Gabby To Gabby Drink 怎么拼啊？ Drink 太难了，我写的字只有我自己看得懂。哇哇，这个笔，这一张给优肯。大胖鹅，减肥吧你。这个是倩姐，倩姐，谢谢姐为我的演唱会。害羞。现在我准备要出发去排练现场，把礼物送到各个老师的手上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再见吧。我现在已经上车了，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排练现场。今天晚上是我就是第一次的就是总彩排，然后我第一站是在成都，我的家乡。然后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的歌词其实还有几首歌就还会有忘词的时候。这一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，就会有，就以前不跳舞，现在跳舞，而且还是一个害羞舞，就是我排练 N 多次都会笑场的那种。然后他们让我蹲马步，两首歌蹲马步，然后把手举起来，然后一般我都只能蹲一首歌，然后他们就会欺负我，压榨我。我看之前你有在学英语，现在学的怎么样了？英语太难了，就是你要有那个环境，所以我的朋友们最近就是没事都在跟我说英语。Hi, how are you? Bye, thank you, and you? 给大家讲讲唱 rap 的小技巧。没有技巧，这是天赋。没有技巧，这是天赋。我最近新发了一张新专辑，大家可以去听一听。
自己还蛮喜欢的那张专辑是我的同名，我的本名叫毛演戏，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个全新的我，就是别人以前对我的那个标签就是太根深蒂固了，所以我想要说让大家就是见到不同的另外一面的我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听。拜拜，排练厅见。好啦 guys， 我的小礼物呢，来看看，我要分一下 gift for you。 this is Gabby。 我有一个舞蹈老师特别爱就是写东西，我觉得可以送他这种小本子就很可爱。阿豆，哇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呀？霹雳唱机。安娜，啊，这个暖手袋也很可爱，给你们看一看哦。哦，祝安娜。嗯，谢谢你。噔噔噔噔，小水杯可以给舞蹈老师们喝水用。哦。哦、oh. ，OK， 有看，给你的宝宝买的。啊，这是儿童的餐具是吧？那我送给他孩子刚好。Double G，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看一眼，哎。我送给 WG 这个WG 最喜欢看小猪佩奇了。他们都还没到，等一下嘛。哦，哎，哦，我要把衣服放在这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排练了，然后待会儿见，拜拜。We do the 我今天站着站着站着，航班 delay， 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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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是这里，我们整个这里都做慢的。好，要不然做这个太快了。站着站着站着，航班就自己 free 一点。好 ，So we just only do the one row like this. Okay. Okay.哎，唱吗？就这样一点一点靠近。说有哎哎哎，就在音乐里涂鸦。天一亮我就准备出发。哎呀 ，OK 吗？我要忘词了，主要是戴牙套那个不利索。牙套咋管？脑子的问题呢？他说我，他说我脑子有问题。现在我们要来拍一个中场的采访。OK， 有肯来了，突击检查你。这个演唱会叫什么名字？完了，王者归来。行，什么时候第一场？16号。那你觉得我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知道。甜甜，我来采访你。我吗？嗯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我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可爱。可爱。
然后呢？漂亮。呜，哈哈哈哈哈。呜，可爱漂亮。耶，然后我来采访一下谁呢？哎，我来采访。Gabby， how you feeling？ Shy？ Don't be shy。Gabby， so you first time meet me？ Yes。You think I how about nervous？ Really？ Yeah。Okay。Banana。So shy。Banana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我认识的时候，他才19岁，然后第一次上舞台就惊艳到我了。就是他上台的时候，都是这女孩是谁呀、啊？然后一出来，哇，就很惊艳。他一直在成长，就是很机灵，他学什么东西都很快。我觉得他很乐观，比如说，在去年。其实应该也是他打击最大的时候吧，他就觉得那既然遇到这件事，我就出去走走吧，去感受一下，去创作吧。他也没有因为做这样子的事情让他一振不起啊，或者是说整个人变了还是怎样，他还是觉得说我是把我该做的事做好。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排，然后后天就要去成都了，拜拜，呜，拜拜。酷酷的小姐姐拿出小猪佩奇，真实的发出猪叫的那一刻，我也发出了同款笑声。在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这一幕，百变女神楚爸爸小姐姐还有谁？ follow 了太多央这小哥哥的搞笑日常，看懂他的生活必杀技，也深信过他的才华，都快忘了他其实也是个时尚 icon。 Yo yo what's up， 这是央记。那么现在呢，在我们公司化妆，下午呢要去参加一个北京时装周的活动，然后我想带大家和我一起去玩一下。化妆是一个好东西，修饰脸的这个细节，比如侧影、高光、眼影、粉底，这化了之后，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idol 的脸了， idol 的脸了。为什么会有化妆这门技能？太神奇了！谢谢亮哥，亮哥的头发也很时尚，因为是最流行的锡纸烫。差不多可以。化妆这门学问我觉得可以好好研究一下，下一次给你们当一个美妆博主怎么样？OK， 那么妆化好了之后，我觉得因为我平时很喜欢戴这些项链啊，然后戒指啊，都还挺喜欢的，所以说这也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配饰配件，叮铃咣啷这一堆，我觉得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展示一下。我觉得饰品这个东西，其实我挺看重饰品的，因为我觉得饰品和衣服啊，就是它是一个人的品味嘛，代表在我手上的每一个饰品都是有它的故事，都是它的含义，都有它的存在的价值。比如说我最小的这个指头，这上面这个是一个老鹰，这是在洛杉矶淘的，因为从小我就挺喜欢老鹰的啊。这一个是个手，旁边的小设计也非常的好玩，有那个。午夜叉的那个杆子，还有很多就是哥特的字体，然后设计非常的精细啊，跟了我好多年了啊。然后项链的话，我摘下来你们看看，这条项链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我的品牌 KG 的第一条项链，第一条勾芡，也是我。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去设计饰品啊，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意义、纪念价值。这是一个酷啊，因为酷是我的粉丝，我要给他们欢呼声，就是让他们谢谢他们一直支持我，一直陪伴我。下一个是一个古巴的小项链啊，其实这个市面上就还是挺常见的，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 rapper 都会戴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 hip hop 的态度吧，我觉得戴上这个勾芡你就会说唱了，赶紧去买。白银子给你准备了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咦，
后面大画袄，哎呀妈呀，镭射的一块布料。这小鸡仔针线不可能让我干针线活吧，哎呀妈呀，别闹啊。这个剪刀，我勒个乖乖，我还各种颜色都有，赤橙黄绿金蓝紫，真的要让我把这些裁剪出来吗？别闹啊，导演打，你这弄啥呢？我喜欢 DIY， 但是这个做衣服可不在行，我不是服装设计师哈、啊。任务是用这些布料为工作人员做一个装扮。哇哦，现在吗？立刻，马上。我不是服装设计师，所以说我觉得有点难度，但是我会尝试一下，又不是我自己穿，我最喜欢做花衣服给别人穿了。哎，那我做给谁穿呢？我觉得他俩都走了，贝哥穿贝哥穿，哎，贝哥别呢，为什么贝他就这个不错，这个那你俩这样我们先选这个，十点步谁输了谁就这个石头剪刀，哎，这是这个，这个很适合你啊。好，你们俩坐那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做好了之后我来给你们穿上好不好？哇，老师你太为难我，我还做衣服，我天哪，怎么做啊？请你教教我啊！我真的没做过衣服啊，我只是设计一些什么 logo 啊，什么项链啊，做衣服我不是服装设计师啊，我只会做一些配件吧，做条围巾什么的，很简单嘛，剪一条布不就完了吗？好，哎，做个方巾，对对对。哇，第一次做这个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做过，但姿势一定要帅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拉。哇哦，专业！你看这里拉，太板扎了我。来，贝哥比一下，确定可以吗？对啊，头巾呢？啊，头巾啊！三下五除二，两刀一裁，两手一拉，一条头巾就做好了。来，你绑上。我贝哥真的太高太帅了，也 hold 不住这个颜色。这个你绑上，我必须得 ride 起来。可以啊，侧面真的绑上帅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像坐月子。好，我们的单品依旧这么酷炫的，以这个三下五除二的方式就解决了。我觉得你看，可以的。给我的小助理做一个，这个时尚的小衣服吧。我先量一下啊。哎，这个长度正好哎。哇，这个太，这个小镭射太不灵不灵了。哦，这个还真撕不开耶。你别帮我，一个专业的服装设计师怎么能让别人帮忙呢？虽然说我不专业，那你就帮一下吧，拉一下他，举手啊！你要做一个专业的 model， 专业。我觉得裙子挺好看的嘛。这一刀很重要，就是剪了之后，我的鱼尾剪了之后要拉，一，我拉不开。嗨，耍帅失败，本来想耍个帅，哎，哇，还挺好看的，你看，这还挺好看的。等会儿还没完，点睛之笔啊，漏风，你别露出来嘛，就看前面。你穿上这个我做的裙子之后，你顿时成为了一条美人鱼。这个裙摆是一个，还是一个亮点。你看，还挺好看的。因为我们下午要去参加时装周，所以说呢，有请就是我们的一号佳丽，二号模特，三号设计师，我们在这儿预热一下，好不好？就在这儿支棱起来，走起，走出你的风采，走出你的姿态，拿出你的调性，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就是
本来是要走秀的，其实我还挺想尝试走秀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哎，歌手做久了，哎，做一次模特试一下。然后，但是可能最后和主办方沟通，觉得还唱歌更好。我说好吧，我觉得应该多写点伤感的歌，因为那种平时我都是啊很躁的那种啊。其实我挺极端的，要不就很缓，要不就很躁，然后要不就很甜，浪漫性就很甜，是不是 ？For you 更甜，是不是？然后一下来个没有你，一下嘣儿掉入海底了。就今天凌晨的时候，刚发了一首歌，没有你，然后是一首 sad R&B， 就是比较悲一点的歌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，这首歌很适合循环播放。我相信我那些词，你们看了肯定有某句，你们可能都会有深同感受啊。我总学会开心，却藏起来骗自己。我总学会开心，却藏起来骗自己。好，那么今天我的 vlog 就拍到这里结束了，记得大家多多收看爱奇艺 vlog 营业中 ，peace love super yangji on the beat yo。来自山城的小哥哥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有一天会被要求用东北大花布搭配衣服。好在他的模特选得好，用颜值和气质硬生生的 hold 住了场面。在养鸡小哥哥的努力下，自带 BGM 的弄潮儿登场了。哇，原来办公室也可以走出秀场一样的感觉呢。最近频频出差的袁冰妍小姐姐接到摄像机传递的挑战，要面无表情地吃掉辣度达100万的火鸡面。摄像机一直开 ，Vlog 你来拍，我在爱奇艺泡泡向你发出摄像机传递挑战。袁冰妍你好，我是你的挑战发起人胡春阳。我很爱吃各种小零食，听说你也是个吃货，那么接下来就是给吃货的考验，挑战100万辣度网红泡面。摄像机传递开始，准备好解辣神器吧。早安，现在要去上海了，然后现在是早班机，北京超级超级超级冷，然后啊，这个门怎么还不关？然后我们落地就要去开会，所以很开心，今天又去参加北京 Tiffany 的活动，我觉得 Tiffany 真的是太美了，那个颜色，哇！现在在做妆发，哇，这个 GoPro 真的是，对，镜子真不能看一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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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我今天哦，他们不让我有刘海。
你看，这没有刘海了。哎呦，我不喜欢没有刘海，我觉得没有刘海会没有安全感。还有另外一个夹板，它是一个像电头发，一个像玉米须一样的，你看，就这样，它有像有牙齿一样的，它就可以让你的头发垫得高一些，然后不容易塌下来。它可以对头型也比较好，不会让头发扁扁的，精致很多，可以有很多纹理，就是你拍照的话，从每一个角度看都会很好看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弄的话，那要造型师干啥？刚刚给你们介绍过，其实他，我在见到他之前，我给他取了个名叫小兔，结果他来了之后，我想说，好这么这么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么胖，我就要把你扔掉，扔掉，扔掉。脏脏的，来工作了。好，接下来步上红毯是演员袁冰演示，来有请。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香港广场旗舰店的开幕，然后这边弄得超级漂亮，超级漂亮。然后呢，其实我人生的第一条主题就是在这家店买的，然后那个时候就高中还升大学，哎，20岁的生日礼物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小花。好，很漂亮。我们去店里面看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在上海参加的那个上海香港广场旗舰店的开幕，然后我今天一直觉得说，好开心哦，因为我的人生第一条 Tiffany 就在这家店买的，然后是我让妈妈给我买的生日礼物，然后现在收工回来了，然后看到他们很善良的给我准备那么多吃的，拆了。哎呦，哇塞，很重哎！因为是你，所以一切与你有关的都成了惊喜。告白，你直接跟我讲。干嘛写这个？哇塞！好，然后呢？这些零食有。这是哪里的？韩国的，然后有一些日本的，不是韩国吧？什么马来西亚？然后这是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吃过很好吃一个柠檬的泡芙，它还有香草味的，然后还有巧克力味的。好吃的哦，这种我也超喜欢，果冻。我想先吃一个这个，还有什么呀？海苔，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大晚上我都不敢吃，但是海苔的话不会胖。可以啊。吃完这些呢？哇，还有糖曲奇，这个也很好吃。他们是一家的，所以这些零食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。然后明天我们要回北京，可以带在路上吃。然后现在我要接受一个摄像机传递的一个挑战，然后就是要面无表情的试吃
说是有100万度辣的一个叫鬼椒辣面，现在在网上特别火。然后说就是这个一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泡面，然后是有多辣呢，说是要比火鸡面还要辣一倍。我之前是有尝过火鸡面，我觉得蛮可怕的，虽然说我还蛮爱吃辣的，但是如果这个真的要比火鸡面还要辣的话，我明天讲座就拍不了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然后我现在开始泡泡面了。哇，这个面是黑色的。OK， 好了，嗯，我的面泡好了。哎，你看，哇，这个色看着很健康哦，荞麦面。我跟你说。辣的辣的，嗯，它不只是后劲辣，前劲就开始辣。本期 vlog 到此结束，拜拜。啊！啊！保命要紧，告辞。后悔。不要这样整我的话，后悔有期。今天的行程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期待遇见更多小哥哥小姐姐的日常，下次再见。每周四中午12点，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 Vlog 营业中，参与爱奇艺泡泡 APP 许愿池 Vlog 摄像机传递挑战，实现你的专属心愿。电视大屏探索明星 Vlog 就用奇异果 TV， 用爱奇艺专属流量解锁明星幕后花絮，随时随地想看随意。上微博搜索 Vlog 营业中话题页，参与讨论，边看边聊。百度搜索 Vlog 营业中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，快速了解节目信息。我们要开启我们的 UNI 的新春之旅，后面有个好大的城堡啊！我最喜欢的，哇，第一排耶！我要去飙车了。啊！这个太简单了，难不倒我们。那不是这个，我想先把，我也先把，对，吃了。这个手打我手，这个手，一、二、三，倒腿跳上去，对，好，来，我试下个魔术，好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哦，我们要密室逃脱吗？哎，出不去了，我的家。听说他很神秘，很隐秘，他叫。哦，哇，多恭喜，多恭喜，新年快乐！感谢百度 APP、知乎、百度百科、猫眼、新浪娱乐、抖音 APP、百度网盘、三六零相机、超级星饭团、快乐粉丝会、模范生、疯 fans、一只鱼、永乐跳舞、野林资讯、想见你、雷鱼、幸运王、小白娱乐、综艺跑、方糖、小鱼、观众网、迷火娱乐、知图、超级一星网、十七 APP 的大力支持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